Wouldn't it be cool if someone took a global leader in anti-aging and broke the mold? If someone took our best-selling products, backed with science, and kept its DNA, evolved it into everything any health product could dream to be? What if it could restore the body at the cellular level and fight premature aging, cleanse, rejuvenate, increase daily energy? Yeah, that would be cool. Introducing the reimagined and more evolved youth enhancement system the world has ever known. Jeunesse, we are redefining youth.如何入会这个单元要带领各位了解入会的流程，您准备好了吗？ Ready, go! 首先要请您确认新朋友要加入在推荐人团队的哪个位置，所以我们第一步必须要先进入推荐人的网络办公室，确认设定的位置是否正确哦。接下来我们会进入到这个页面，输入推荐人的商务账号密码，然后按 Login 就会进入到推荐人的网络办公室里面了。当您进入到推荐人的网络办公室的时候，请您先按个人档案进入，接着您会进入到推荐人的个人档案页面，这时候我们看到设定的位置，这时候您就可以更改把新入会者放置在推荐人的右区还是左区咯。当您更改完成之后，请您移到页面的最下方，按这个储存键就可以更改储存了。储存完毕之后，请您点选页面右上方的小齿轮，选择 Log Out 登出推荐人的网络办公室。当您登出之后，我们就要开始进入入会的正式流程哦。入会有两个入口，一个是进入个人网络办公室，另外一个就是官网上面的马上加入。在这边我们都会示范这两个方式。首先呢，我们先由网络办公室进入，我们再次来到这个页面，这个时候我们要开始进入推荐入会的流程了。首先请您在下方的这个栏位输入推荐人的商务账号，点选此键进入推荐人的推荐页面，或者是您可以用另外一个路径进入推荐的流程哦。这个另外的推荐流程就是我们官网右上角的马上加入，点选完之后就会进入到以下这个页面。在这个页面里面，请您在这个栏位输入推荐人的商务账号，输入完毕之后请您按此键进入推荐人的推荐页面。接着您会看到这个页面，不论您是由网络办公室进入推荐流程，还是由马上加入进入推荐流程，都会来到这个页面。在这个页面里面，你必须要先确认新入会者要加入的国家，也就是他的会员级要设定在哪个国家，而他也必须要有哪个国家的居住证明或者是公民证件才可以哦。当您选择完毕之后，请您选择往后要使用的语言，当然这个语言往后你都可以在个人档案里面随时更改，不用担心。接着我们就要按继续键进入到下一个步骤了。在这个页面里面，我们要请各位详读奖励计划、经销商政策条款以及政策与程序。当您详读完成之后，请勾选页面下方的这个选项，然后按继续键进入到下一个步骤。在这个页面要请您先再次的确认推荐人是否正确，当您正确之后呢，我们就要开始输入新入会者的所有资料了。在这边提醒您，经销商的名称呢，请您以英文或者是英文加数字的组合来作为往后在杰斯公司的商务账号，也就是新入会者的网店名。接着您只要按顺序一栏位输入所需的资料，另外在居住地址的栏位请您输入新入会者的户籍地址，往后年度的扣缴凭单就会依这个地址寄送了。如果您不住在这个地址，那么请跟公司的客服单位更改扣缴凭单的寄送地址。
接着，当您输入完个人资料之后，页面再往下拉，就会进入到订购入会套组的选项。而网站管理费呢，是必要的选项。在网站管理费用的选项下方，是入会套组的订购。在此，你可以选择已经设定好的入会套组，或者是你可点选自选套组订购所需的套组内容。当您点选自选套组的组合的时候，就会开启所有杰斯产品的目录选项。在这边要特别的提醒您，自选套组中的积分是原产品积分的65折，而您要一次购足100积分，或是分次累积100积分，您才会成为杰斯正式的会员，也才能开始拥有领取奖金的资格哦。接下来，请您在这个选项里面设定是否要参加每月自动订货。如果您要参加，请选择参加非条件式自动订货计划。如果你不选择参加，那么请选择不希望参加自动订货计划。当您选择完毕之后，请到页面的最下方的确定键，进入下一个步骤。而此继续购物键非台湾区入会使用，您可以不用理会它。接下来我们就会进入到结账的页面了。在这个页面里面，请您先确认你要领取产品的方式是要清取呢，还是要快递寄送。然后请您选择下方的付款方式，如您选择付款方式为现金或者是汇款，那么到这个页面入会的程序就会告一段落了。待您确认付完款项之后呢，就完成线上入会所有的动作了。如果您选择的是信用卡作为您入会付款的方式，那么就会进入到这个输入的页面。在这个页面里面，请您输入中文的寄送地址就可以了。另外也要请您注意，是否将这个信用卡的资料留在系统上作为往后每月自动重购的付款方式呢？如果您要留在系统上面，那么请您勾选这个栏位。如果你没有要留在系统上面，那么请您千万不要勾选哦。当您输入完毕之后，请按下方的确认键，就会完成所有的入会程序了。系统将会进行刷卡的动作，接着请您记得前往新入会者的网络办公室当中的订单明细，确认 Sign Up 订单是否完成付款。如果已经付款完成，那么恭喜您，入会订单也已经完成了。当您完成入会的付款之后，也就完成了线上入会的动作，成为杰斯会员咯。当然也会拥有一组专属于新入会者的商务网站网址。另外也请您别忘了要填写入会申请书，并且附上身份证影印本缴回公司，并且要接受客服的召会电话，才能算是正式的完成入会手续哦。也要完成召会之后呢，也才能继续第二次的订货出货以及领取奖金哦。至此，恭喜您已成功的推荐一位新朋友成为您的杰斯家人了。在这边预祝您杰斯事业发展愉快，谢谢大家。如何进入网络办公室？当您取得杰斯会员资格后，您将会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网络办公室，可以让您订购产品以及管理您的杰斯事业的平台。在这个单元，我们将让您了解如何进入网络办公室。首先，请您先到杰斯的官网，在右上角选择网络办公室，接着就会进入到这个页面。第一步，请您在这个篮框里面输入您的商务账号，接着请在这个篮框里面输入您的密码，紧接着请按下方的 Login， 即会进入您的网络办公室了。就是这么的简单，您的杰斯事业就此开始咯。当月重购这个单元要让各位了解的是如何在每个月的重购日正确的设置当月重购单，以维持您的活跃会员资格，才能领取奖金以及累积组织积分。首先，请先进入网络办公室内的自动订货。进入每月重购管理系统后，在此您在重购日当天及重购日后6天，皆要选择每月重购消费额选项，由此进入订购的页面。
在订购的页面里面，请先确认此笔产品的领取方式。如果您要以快递的方式寄送，请点选此项。如果您要清取，那么请选择到公司清取此笔重购订单的产品。设定完领取产品的方式，请记得一定要点选此项后，即可开始点选您要的产品。在这个页面里面，您点选完您所需要的产品数量后，请按增加键。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页面上方的每月重购产品出现您需要的选项。如果您要更换其他的产品，只需按旁边的 Remove 键，就可以做更换跟清除的动作了。当您确定了订购产品项目之后，请按下方的新增订单键，即马上产生此张重购订单，并进行下一个步骤。接下来会进入到输入货运地址的页面，请逐项填写下您的资料，完成后请按确认键进行下一页。而下一页里面呢，是要请您再次的确认所有的货运资料是否正确，如果都正确的话，那么请按下一页做结账的动作咯。在结账的页面会呈现您所订购的产品以及金额，请在选择付款方式之后，会依您所选的付款方式出现不同的资料输入页面。在这里提醒大家，选择信用卡付款则在您填完信用卡资料后即刻线上过卡，金额采美金计价。如果您选择电子钱包，也会立即从您指定的电子钱包扣款，也是采美金计价哦。但是如果您选择的是汇款或者是现金，那么请您依产品在台湾的台币定价付款。最后当您付款完成之后，到了此页面会告知您当您的付款完成，订单即进入到处理的流程，并告知您的订单号码为何。请您务必再到您的网络办公室里面的订单明细中确认此张订单是否已付款完成咯。当您的订单已付款完成之后，恭喜您已经完成了重购订单，同时呢，也祝您使用产品愉快，谢谢您。如何正确下预购单？这个单元要让各位了解如何正确的预购重购。所谓的预购重购，就是在您的重购日前提前订购，此预购单将在您重购日当天生效，计入积分，并且让您符合当月的重购资格。或者是您要预购往后数个月的重购订单，都是在此下单的。准备好了吗？我们要开始进行咯。首先请您进入您的网络办公室，选择自动订货，进入到每月重购管理系统，选择预购重购。这时候您将会进入到这个页面，请您先在此栏输入订购量，第二步按下购买键，紧接着系统就会计算出预购的积分以及预购的月份。预购的积分将在预购的月份里面按月计入，使您符合当月的重购资格，而不是在您购买的当月就一次计入积分哦。这点要请所有预购的伙伴们了解。接着您会进入到下一个页面，在这个页面里面，请您输入正确的运送资料，选择递交键。之后您会进入到这个页面，请您再次的确认您的运送资料以及领取产品的方式。在此栏位，你可选择快递寄送，也有选择到公司清取。选择完毕之后，请您选择递交键。当您选择了递交键之后，您就会进入到结账的页面，请您选择您的付款方式。如您选择信用卡及电子钱包或者是金币付款，那么就会立即于线上以美金计价扣款。若您选择汇款或者是现金付款，那么请您以产品在台湾的定价来付款。当您确认付完款项之后，就完成了预购的动作咯。此时您会进入到这个页面，告知您一旦付款完成，您的订单将进入出货的流程了，而您的订单号码就会在此显现了。最后请您别忘了到您的营运报表里面的订单记录，查看此张订单是否已经付款完成哦。付款完成，那么就表示此张订单已经订购完成了。最后要恭喜您，并且祝您订购愉快，谢谢大家。
如何开始使用电子钱包？成为杰斯的一份子之后，最快乐的莫过于看到电子钱包的数字一直增加。电子钱包就如同您在杰斯的网路银行账户，任何您在杰斯所获得的奖金都会直接进入到电子钱包里面。任何的支出以及进账，电子钱包都会将它记载得清清楚楚的。您可以用电子钱包支付您的订单，或者是任何杰斯活动的费用。也可以用电子钱包支付您团队任何一位伙伴的订单，当然也可以将电子钱包的数字变成您台币银行的实际存款哦。现在就让我们了解如何开始使用电子钱包吧。首先，您得在使用前先启动电子钱包哦。请进入您网络办公室的电子钱包选项，登入电子钱包。请您在这个选项启动电子钱包。就会进入到这个页面。这个页面呢，会呈现您的商务账号以及密码。如果您确认没有任何问题，请于下方的账户明细中设定不同于您网络办公室的商务账号以及密码。然后请您按下方的确定键，就可以设立完成了。这时候我们就开始使用电子钱包吧。往后每次进入电子钱包，记得请使用您设定电子钱包的账密哦。最后要祝您使用电子钱包愉快，我们下个单元见。如何帮团队伙伴支付订单金额？电子钱包可以让您帮团队伙伴线上代付订单金额，这个功能被称为代币。现在我们就带领各位一步步的了解如何使用代币的功能。首先要请您先上传您的身份证件，表示您本人同意往后这样的代付动作。等待3到4个工作天审核完毕之后，您就可以使用代币的功能了。现在我们就先带您了解如何上传身份证件。请先登入您的电子钱包，选择上传照片证件这个选项。同时呢，也将您的身份证件的正面扫描或者是拍照存成 JPG 档。接着就会进入到这个页面了，请按浏览键搜寻您的证件档案。选择您的证件档案之后，请您按提交键做上传的动作。等到您的身份证上传之后呢，您就会进入到这个页面了。这个页面要请您做的就是先选择这个栏位，台湾会员，请您选择护照。接着在下方这个栏位输入您的身份证的字号，然后接着请您按提交键做身份证上传的动作。当身份证上传成功之后，下一个页面就会出现身份证上传成功的字样了。这个时候您只需耐心的等待3到4个工作天，美国总公司将进行身份证件的审核，是否符合您系统里面的个人资料。等到审核完毕之后，您就可以使用代币的功能咯。而这个证件的上传动作只需要做这么一次，审核完成之后，您就可以永远使用代币的功能了。等到审核完毕之后，当您要帮伙伴线上代付订单金额的时候，要请您先设定代币的功能。现在我们就带领各位来看看如何设定代币哦。当然，还是要请您先登入您的电子钱包，选择代币功能这个选项。接着在这个页面的这个栏位里面，输入您要代付的金额，或者是您可以选择无限制。所谓的无限制，也就是说不管您的伙伴的订单金额多少，你都帮他做支付的动作。但是要请注意的就是，您的电子钱包里面的余额必须要符合这张订单的金额哦。接着请您帮这个代币设定一个代号，输入在这个栏位当中。也要请您注意的是，这个代号不能是已经设定过的代号。而当您设定完代号之后，按设定键就会完成设定了。到时候您在订单结账的时候，选择电子钱包扣款，输入这个代币的代号，系统就会马上执行扣款的动作了。当您设定完成了之后，就可以在下面这个栏位看到设定完成的代币代号以及代币系统的号码。
并且在扣款完成之后，也可以在这个栏位看到何时使用，以及使用于哪个商务账号的订单，以及订单号码哦。恭喜您，又学会了代币使用功能了。电子钱包是您结思事业上面最佳的理财工具，在这边要祝您使用愉快，谢谢。如何将电子钱包的金额转入台币账户？在这个单元里面，我们要带领各位了解如何将电子钱包的金额转入您的台币账户，总共分成三种方式。第一种方式就是奖金汇入电子钱包，我们就做全额的转出。第二种是限制您最高转出的金额，第三种就是自由选择时间做转出的动作。以上这三种方式都可让您将奖金提领出来，在实际的生活当中使用。现在我们就一一来分解如何操作。首先，我们先来看看如何将奖金汇入电子钱包后做全额的转出动作。首先要请您登入您的电子钱包，如果您要设定一有奖金汇入电子钱包就直接转到您的台币账户，那么就直接在电子钱包首页本地汇款这个地方设定全部。当您设定完毕之后，就可以在目前的设定方式这边看到您设定的金额为 O。 如果有任何的变化，那么请您选择 Remove 键做更改就可以了。到这边我们第一种方式已经设定完毕咯。接着我们来看看如何设定第二种方式，也就是设定最高限额转出。同样的，我们进到电子钱包的首页，来到这个地方设定您最高转出的金额。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在目前设定的方式这边看到我们所设定的最高金额了。在这个范例里面，我们设定的是最高金额转出为$1,000，也就是每次转出不会超过$1,000咯。如果有任何的变更，也请您按 Remove 键就可以做更改了。到这里，第二种方式我们也设定完毕咯。接下来我们要来看看第三种方式，就是随您的需要而设定。进到您的电子钱包，我们可以看到目前的设定方式并没有任何的设定，所以呢，您只要在资金运用这个选项选择完毕之后，我们就会进到这个页面了。而在这个页面里面，请您在金额这个栏位输入您要转出的金额，然后方式这里请您选择本地汇款，接着请您按提交键，就会开始进行账款拨出的动作了。这时候页面的资金运用记录里面呢，我们就可以看到您转出的这个记录。如果您有任何的疑问，也可以在这边做取消转账的执行哦。恭喜您，第三种设定方式我们也完成了。接下来要在这边提醒您的就是，在美东时间的每周三晚上10点前完成资金设定，那么才会在下周三入账。如果是超过美东时间每周三晚上10点以后才做设定的话，那么就会在下下周三才会入账哦。另外，在每次单笔金额转出的时候，会扣$2以及18块的台币金额。但是如果您使用的是富邦银行，那么我们18块台币就不用扣咯。另外还有一个要提醒您的就是，每次转出的金额必须要高于$10的美金。如果余额不足$10美金的话，将会累积下次达到$10美金才会做自动转出的动作哦。到这边，您的电子钱包已经操作上手了，也祝您财富日增，谢谢您。当有人浏览您的专属网站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呢？当您成为杰斯会员以后，每个会员都会有一个专属的个人商务平台，也会有一组专属的网址。让我们来看看，如果有人浏览您的专属网站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呢？当您入会成功，您的个人网站也就开始开张。个人网址运用各种方式传播出去，让广大的网友们能很快搜寻到您的专属网站，只要有人来浏览，就有机会取得订单以及潜在名单哦。现在让我们看看是怎么产生的。首先，
当网友以网址进入到您的专属网站的时候，在右上角会出现您的英文名字、联络电话跟 email 信箱，他们可以以这样的一个资讯跟您做联络。同时，他们如果对产品有兴趣的话，也可以点选产品进入订购的流程。现在我们就来看看，当网友进入订购后会发生什么样的状况。如果他点选了复活青春精华露，那么就会进到这个页面。在这个页面呢，他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建议售价。网友们只要再点选放到购物车里面，就会进入到结账的这个页面了。请您再按结账之后，就会进入到这个资料的页面。在这里呢，会标明这是属于您的网上商店。当网友们在这边留下他的订购资料，点选下页面最下面的成为零售客户的时候，那么这个客户的资料就会成为您的零售客户咯。而这个时候呢，零售奖金就会进到您的电子钱包哦。之后您可以从营运报表里面的零售顾客资料查询到任何您在网站订购的零售客户的联络资料了。最后要祝您的网站经营愉快，期待您下一个单元见咯。